马可福音第十三章。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：老师，请看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头，多么了不起的建筑。耶稣对他说：你看见这些宏伟的建筑吗？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。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向圣殿坐着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私下问他说：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说：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当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不要惊慌，这些事必须发生，但这还不是终结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地震、饥荒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但你们自己要谨慎，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议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又为我的缘故站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。有人把你们借送去受审的时候，不要事先担心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圣灵。兄弟要把兄弟，父亲要把儿女置于死地，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而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，但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。当你们看见那施行毁灭的亵渎者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读这经的人要会意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，也不要进家里去拿东西，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在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苦了。你们要祈求叫这事不在冬天发生，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。自从上帝创造万物直到如今，从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将来也不会有。若不是主减少那些日子，凡血肉之躯的就没有一个能得救。但是为了他所拣选的选民，他将那些日子减少了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：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看哪，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。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，如果可能连选民也迷惑了。你们要谨慎，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。在那些日子，那灾难以后，太阳要变黑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来临，他要差遣天使从四方，从地极直到天边，召集他的选民。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习功课，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同样，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，就知道那时候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一切都要发生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绝不废去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
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你们要谨慎，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几时来到。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家远行，授权给仆人们，分派个人的工作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家的主人什么时候来，是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时，或早晨，免得他忽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的，要警醒。